做过美女鬼，就是被跑了一个，真的是跑那么快，连他也抓了，看哪有。这个村姑也不漂亮，要也没用。哎呀，这可可以，这么漂亮。哎呀，先拿点，给我们三哥去。喂，三哥啊，我是扎洛啊，你要那个美女给你撸到了手了。对对对，今天晚上我就帮你送到那个西瓜码头那里。你带好钱哦，做个不过做个价格方面你要给高一点。跟你说，这个美女啊，大长腿啊，身高有1.8米，五官又端正漂亮。对，是啊，对对对，这个要200万吧。好好，你带好现金就行了。行，那今天晚上我就送到那个西瓜码头，你就过来接应就行了。 OK。 嘿呦，就一旦搞成了200万啊，多个大长腿啊，漂亮。哎呀哎呀，不过人是漂亮，我答应了三哥了200万了，看不知道，早知道再调高一点，哎，更漂亮。时间还早，弄到太阳。哎呀，先休息一下先吧。哎呀，在这里休息吧。啊、怎么被人家绑在这里啊？我跟你说，怎么见一个人啊？什么人啊？别激动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不是要拿这个去摇那个粪水灵菜的吗？啊！我听到你们家那边传来啊一声，我就走出来看，就看到他准备把你背进来，后面他看到我了，他就追着我，后面幸亏我跑得快，他就不要，我就跑回去把你背了，我一路跟来，我听到他打电话。说要把你卖给刀疤山，哎呦，这么恐怖啊！是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跑，我们跑吧，我们跑吧。好，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跑了的话，那个，他找不到你，他没办法交差，他还会找别人的。这样子还又会逍遥法外是吗？对啊，今天我们遇到了，我们把他绑起来，绑起来先。他绑起来，他人贩子，他应该是惯犯的。听他打电话，这么恐怖啊，拿去卖！啊，那个圆圆，你先打电话报警先吧。要不，我，哎呀，喂，哎呀，接电话呀，信号不好啊。有没有？喂，我通了通了。喂，110啊。我叫小燕子，我住在这边南瓜村这边啊，有个人贩子，他上门把我那个邻居那个女性给用棍子打晕了，背了到一个我们附近那个山头那个有三棵树那里，后面他发现我跑得快，但是后面我尾随他，我发现他是跟人贩子在交易的，他打电话给人贩子，晚上就出手，后面被我打晕了，被我打晕了，趁他睡觉的时候打晕了。你们快点出警，快点派人过来啊！是啊，我们好怕啊！是是是，快点啊！不要慌张是吧？行行行，好。来了没有？他说马上出警，弄醒他先吧。哎呦，好痛！哎，你叫村姑，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我跟你说，怎么可能放开你？你绑我干嘛？幸亏我跑得快，要不然我也被你撸了。
绑你干嘛？你做了什么坏事你不知道吗？跟他闹着玩的。闹着玩？你认识他吗？跟他闹着玩。圆圆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。是啊，圆圆不认识你，闹什么玩？不要多管闲事。你最好老实交代。交代什么？你抓他去卖给那个什么刀疤山，我听到了，卖去干嘛？陪那些有钱人喝酒。哎呦，陪有钱人喝酒。我跟你说，你说不说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不说的话，我拿这个扣下去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陪有钱人喝酒，你干个多少次这种高档？一个月十次。哦哟哟，还有圆圆，你不是自己在家的吗？对啊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蹲点啦、啊。蹲了多少天？一个礼拜。我跟你说，有没有同伙跟你一起作案的？有没有人接应？除了刀疤山，有没有？刀疤山没有了。说不说？没有了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都说没有了。啊？怎么说？哎呀，还有多少赃款？有100多万了吧？你哦哟，你怎么那么丧尽天良啊？拐卖妇女犯法的，你们竟然干这种犯法的勾当，伤害人家别人的人身安全。我来人怪呀、啊！来钱怪，干嘛不拿你的家人去卖？对呀、啊，拿你老婆去卖啊，拿你妈去卖，拿你妹去卖啊，把你小孩拿去卖啊。那个不行啊，那是我的亲人了。你的亲人吗？你这个不是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看你们这个烂贩子！我跟你说，你最好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放了我一人给你们100万。哎呦，还那么嚣张！谁要100万？谁要100万？200万。哦呦，刚刚又说只赚了100万，现在又说一人给200万，又冒出200万来，看来他不老实，不给他颜色，他瞧瞧。你招不招？不老实招待。那些钱都只有这么多了，没有了，放了我吧。放了你，等于放虎归山，让你继续逍遥法外，让你继续干违法的勾当，让你继续为非作歹吗？不可能的，你就老老实实去监狱里面踩缝纫机吧，吃馒头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这种犯法的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不可能，天理难容。哇、哦！让他牢底坐穿，这种人。下次我们独自女性独自在家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以免这些不法分子得逞。还蹲了半个，是啊，一个星期的你都没有发现吗？哎，警车响了。对呀、啊，走，拉他去。哎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不要送我去、哎。怎么可能？不送你去？不要送我去。你还想跑啊？你想跑，报警了，警察就在那边。